老板娘，这鲅鱼多少钱一斤？鲅鱼有9块的，有8块的。进来我就要你啥干正本来。鲅鱼怎么挑？鲅鱼啊，灯硬点，这鱼灯亮点就是好的，头好，灯硬，这鱼灯亮啊，弄远点就不好。啊，你报警就叫撒弯的都够了。报警十个八月啊，还不得四五条啊？四条怕有点耍。这是10块的，报警的，这么便宜啊？好多4.5斤的这四条鱼。那咋了？反正都说好了，9块都是9块。好，9块，那40块钱吧。干多少年还想生意了？我干个10年8年的。10年，干这个就10年。这都是一地方上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田总的哥，今天拿鲅鱼包饺子吃，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吗？10元鲅鱼阔腿，可以烫泡肚，十寸内蛋。中间这个血呀、一定要留出来，然后给我省了。把鱼腿一起儿抽出来，撕了就流血了。你看，这个扣好了，手就出血了。该下雨了，去抽。酱油油味儿，是蒸了韭菜，去点儿干，切点儿末，切好的韭菜放进一片儿，少倒点盐，削去韭菜的水分，饺子馅儿不是水，豆瓣绿粉儿汤，醒好的面放在盘上，去油炒，搓成长条煮成汁儿，单层饺子皮，用馅儿放在饺子皮上。鲅鱼饺子包好了，水开下锅，慢慢下，蒸锅。我饺子下了锅以后，均匀蒸，放入蒸锅里，煸成水，飘起来了，哎哎，弄完了就熟了，我们起来了。啊，看着就流口水了，我下咽了。喜欢一定要试试哟！鲅鱼饺子真好吃，真香啊！请关注我妈妈，您的宠爱不变。